三金影帝吴鹏鹏今天举办告别式，但是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，并没有开放粉丝来参加哦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的艺人前来致意，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稍早访问。我赞美他的时候，他只回我说：“啊，我靠这个吃饭的。”我觉得那是一种自信跟自在。还有谦卑不容易，真的，他不只是要什么金马奖、金钟奖、台北电影节，他是想要拿坎城影展、坎城影帝的人那样。那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本事，但太可惜了，我们还来不及做到这些事情。吴鹏鹏上个月25号因为脑中风过世，震惊各界。家属今天为他举行告别式，除了他的爱犬鹏鹏到场送他最后一程，演艺圈的好友吴念真、林美秀、陈竹生、王彩华、吴康仁、杨贵妹等人也都前来致意。而文化部长李永德受访的时候也表示，演艺圈少了吴鹏鹏是一个损失。而现场布置都是以蓝白色为搭配，也很符合吴鹏鹏向来低调跟不铺张的个性。